小孩子比较那什么尿布可以。这是酥油茶，好久没喝了。你做的酥油茶？啊？你做的酥油茶？我买的。买的？嗯。哎，这个也有卖的是吧？有啊。嗯。380。嗯。一包。20包。这是辛苦养错了。嗯，还不辛苦呢，你干啥了我们都看到了。没事，就几天。啊？没关系，就几天就忘了。嗯。咱老高给你弄点肉吃，想吃啥肉随便说。嗯，只要不是人肉咱都能吃。不想吃肉，哪里都看的都是肉。对，哪里看的都是肉。但是真的不想吃肉。嗯。老高给烧鸡抹抹油。要不然生病。嗯。他洗凉水澡了他？他啥时候洗的？早晨我都不知道。疯了吧？一点点热水。啊，一点。一点点热水。昨天下雨哪有热水？脚整个生病，慢点，那也不能洗凉水澡啊，他给烧点热水。不能洗凉水澡，是吧？哎呀，注意个，我妈早晨还安顿，千万不要着凉。昨天下雨，晚上下雨，没有热水。你是弄洗凉水澡。那你儿子这嗓子听得真真的，哭声顺着这个缝就可以上去。哎呀，我累，我昨天累到后面实在不行了，哭的娘子我抱走了，抱那边不哭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半夜起来看，咦，小孩哪儿了？其实你应该睡外面就行了，睡我那边。杨卓累了这两天，够呛。杨卓是太累了。给买点肉，敞开吃。嗯。脚心。嗯。慢慢的，我能买不少钱。你怎么样？你也没办法。身体还是好，少姐。老高一看就以前是干过足疗保健。不是，经常做足疗做多了。经常做足疗是吧？疼吗？学会了是吧？录这个。你是我中国的手法来你这儿一下用是吧？这样就疼。下次再要洗凉水澡烧鸡，就从这儿给你剁掉，听见吗？烧鸡也幸福。我妈我也这么没伺候过自己。嗯。厚袜子不好吗？啊？我给拿双厚袜子去。你回来。嗯。你问一下杨翠牛奶吧。牛奶。哦，好的。出去买。这是厚袜子，你给他穿这个。行了，我先买。老高以前做足疗的钱不白花呀、啊。你学会了。我真没想到能用到这儿。嗯。其实别人给我按了。嗯。现在改行了，我理他了。这个得还回来。这个袜子厚实。嗯。你非得等他醒了就哭啊？不是，宝宝醒了不哭。其实老高小心翼翼的。这脚上刚抹完油，穿袜子也好穿，嗯，滑的。
好了。你现在可以走路了。哎呀，你真是厉害！老高，这是采购回来了。嗯，居然跟渣渣辉。哎，你们两个去干啥了？那你换个枕头吧。枕头枕头结痂了。嗯，等你回来都把孩子给惹哭了。他这个逃了嘛。嗯。他说快完没办法，都不能爆炸。嗯。傻的都。啊，给你们带了一瓶尼泊尔可乐，尼泊尔产的可乐。我们都喝了，给你带一瓶。这不是尼泊尔的可乐。可乐。自己国家研究的啊，尼泊尔的，想打败非常可乐了。嗯，比非常可乐还非常，尼泊尔特色。哎呀，加咖喱了，加咖喱了，这啥味儿？啥味儿？不会做就别做了嘛。加点玛莎拉配料里面，还有辣椒粉，我感觉。嗯，是，嗯，尼泊尔可乐，主要它有小茴香味儿。有啊，玛莎拉是咖喱嘛，啥有啥都有。爱喝还，小刀喝一口就吐了。我咖喱喝两口了，比小刀强。嗯，时间都抽的是牛屎饮料，牛尿饮料，我估计这个味儿不至于了。等我回国了，我买两罐带回去给他们喝，我要尝尝咖喱味的可乐。你就想一想，你就说拿那个什么，拿那个小茴香泡的那个。嗯，小茴香泡水是吧？就知道咱们的。孩子呢？我也给点。新的。这个是人民币，对，中国钱。哎呀。嗯。新的，嘎嘎新的。给小宝宝，这个一个就点你两千，100，嗯，这个100，嗯，这个100是2000尼币，嗯，给宝宝的，去中国的话，放你藏鞋柜里，人民币是增值了，藏鞋柜，嗯，哎，别忘，别给宝宝，他就在中国上鞋摸一下，你不能这个，嗯，宝宝这个。小鸡，宝宝，去中国了就画这个白色。嗯，什么颜色？宝宝，嗯，这样子，慢慢的。我给你拿出来，你放进去。在你的位置。好的，宝宝。你就当委员用。嗯，哎呀，小鸡咋不坐一会儿呢？这个一个这个人民币多少钱？2000。Mm-hmm.